主料草鱼1500克，辅料油盐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将草鱼洗干净，切好葱和姜，香菜和蒜备好，爆香葱姜，加入老抽、料酒、醋，煮开，加入开水，水开后加入鱼，熬半个小时后，加入食盐，加入香菜和蒜调一下味道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味道很好的我煮的有点过了，超过半个小时了，所以肉有点碎，不过很好吃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